外表还是可以有作用的。嗯，比如全景，机器是干什么的？嗯，他们讲一些话，放镜子。那我们再看看，做开场动画的，要做开场动画。嗯。二三，开始。好吧，把杯子拉高一点。哎，对，看到，好。可以了。看不到我脸是吧？对。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去，拿上相机吧。我那没关。嗯。等会儿动。我那没关。嗯。